备出发了，今天天气算不错。Focus。各位观众，经过了7:49，我们终于到了瓦拉米山屋。Focus，刚好开满了花，很漂亮。搭配这个山屋，非常的美丽。欢迎来到瓦拉米山屋。两位呢？今天特别的日子，准备的这个东西。哎，这两位主角呢？是常常跟我们出来的。我们今天的早餐。那吃饭了。准备回程了。瓦拉米山屋，再见喽。